近段时间，哪吒之魔童降世可以说是非常火了，这部国产动画片也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好评，网上各种模仿哪吒的视频也是层出不穷。不过也有很多人被哪吒的穿搭给吸引住了，特别是哪吒穿裤子最近是火得不行不行的，像一个麻袋一样。更有趣的是，哪吒走路的方式也是特别的调皮。电影播出之后，哪吒的同款裤子也火了起来，成为女明星的一个时尚单品。他们和哪吒就差一个插口袋的动作了。王珞丹的这身纸袋裤搭配白色衬衫，还在纸袋裤旁边增加了飘带蝴蝶结的设计，看起来更加时髦，还有一些俏皮的感觉，而且高腰线也被凸显得非常明显。而姚晨搭配的纸袋裤虽然没有荷叶边的感觉，但是经典的黑色纸袋裤搭配浅蓝色的衬衫，看起来十分的清凉舒适。女神袁姗姗最近也迷上了纸袋裤，身穿绿色纸袋裤搭配白色字母 T 恤现身机场，高腰线和荷叶边的设计将袁姗姗的身材比例分割得特别好。那小伙伴们是否也有这样一条纸袋裤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。